喂，哎，我今天晚上想做牛排，你觉得是肉眼好呢，还是西冷好呢？肉眼吧。肉眼。喂。你说意大利面和通心粉哪个好？ 意大利面吧。 OK， 拜。嗯，拜拜。喂，王总。 我现在呢要料理牛排了，我就想问问你，你说这牛排啊是三分熟还是五分熟还是七分熟好呢？七分吧。好，还有，你说这酱汁是用红酒汁呢，还是用黑胡椒汁呢？黑胡椒。OK， 拜拜。 吃点蔬菜。嗯嗯。喂。啊，这边。王总。为什么那个王总现在一直在给甜心打电话呀？这个人听说脾气很坏，下了班还不断的使唤我们家甜心。 王总，是这样，我现在要去跑步，大约半个小时以后回来，好吧？嗯，我知道了。我老板啊，老板。 现在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啊，我呢现在准备躺床上睡觉了。嗯，我知道了。啊，明天早晨起来呢，我决定6点半起床。起来了以后呢，我得先去跑个步，跑完了步以后，我回来洗个澡。8点钟我要吃早饭，早饭我应该吃的是吐司还有牛奶啊。然后呢，我紧接着10点钟要去工地看一看。 当然，这些事跟你汇报一下。好的，王总，您辛苦了。可是，您这汇报的也太细致了。要是没有别的事儿，我就关机了，王总。明天见。等等，你不能关机。万一我半夜起来了，又做了点什么，我随时随地要跟你汇报的呀。我知道了，王总，晚安。就这样。
一举一动都要汇报，也没那么难吧？